中国人的圣诞礼物。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，所以不过圣诞节。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圣诞节。 这个节日，但是近年来受到电视剧、电影和互联网的影响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圣诞节是西方国家非常重要的。 节日也有一些中国年轻人会庆祝圣诞节，互相送圣诞节礼物。他们喜欢享受这个节日的氛围，而对其中的宗教意义。 并不太在意。我第一次听说圣诞节，是我在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我同桌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个苹果。 他被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，袋子上还系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。我问他为什么送我礼物，他说：“因为明天是圣诞节。”什么节？ 圣诞节是美国的一个节日。我又问道：“他们过节要送苹果呀？”他说：“是呀，因为今晚是平安夜。平安夜要送苹果，代表平安。” 哇，你知道好多啊！学校门口卖苹果的叔叔跟我讲的。长大后，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了解的我，终于知道，原来无论是美洲国家，还是…… 欧洲国家过圣诞的时候都没有送苹果这个习惯，他只是中国人的一个发明，或者说，他应该是卖苹果的小贩们的发明，但是。 还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，所以，在圣诞节送苹果这件事，在中国也越来越流行了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去健身房锻炼，走的时候。 教练送了我一个包装精美的苹果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圣诞快乐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很佩服当年编《平安果》这个故事的小贩，他能想到他的一句。 广告宣传语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吗？对了，讲到这里，你知道中国人的购物节“双十一”是怎么来的吗？它的背后也有个有趣的故事哦。 如果你想听这个故事的话，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